我跟一个女生半夜吃凉面哦，吃啊，然后就生气了，对嘛？宪哥，你也会跟女生吃凉面吧？一个女生有女朋友，然后跟别的女生去吃凉面，都会生气吧？就女生单独是真的，你们就是没有交代这个女生到底是谁？对啊，哎，啊，就是。刚好在聊工作，哦，所以就干嘛预设？干嘛预设？你这个态度有点不是，可疑，传说中的抓猴。很突然聊一个商业上合作，我说哎，那就赶快越快越好，赶快吃个凉面，随便吃一吃就好，吃完就赶快散会，我要回家了。不是，我有偷，没有，我有偷看他们对话记录，好看，就是。我不喜欢，就是那种你看了觉得会生气的暧昧暧昧的，对，哎呦，比如说怎么现在在什么在干嘛，接近抓到，柔柔还有于翔璇，柔柔跟哎你们两个是，我们现在交往了，交哦稳交，哎很久了，很久了，快三年了，想不到吧？没心 impossible， 酷炫在你心里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男生？很棒吗？一定，不要自己讲啊。来来来，是一个有点幼稚的人。好，那你呢 ？OK， 他在你心目中？他在我心目中就跟仙女一样。哦，哎呦，这么客套。对啊，而且宪哥猜得出我们差几岁吗？啊，对对，我记得柔柔超小的。你们知道，让宪哥猜。两个，宪哥猜，我觉得应该可能差十一二岁。哎，果然超准哎，果然哈，对，一轮一轮，这个还好，就差一轮，我都交往过差三十岁了。你说对方？你说对方九十几了，先生，果然是我大哥。我当年四十岁嘛，他七十几。对，吵架吵得最凶的一次，好朋友一定会吵架嘛，一定有，男女朋友也会吵，摩擦一定是有。这凉面吃凉面要吵架吵嘞，哎呦，因为我跟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吃凉面要加热，是。真想微波，起争执，那没办法。对啊，我跟一个女生半夜吃凉面哦，吃啊，然后就生气了，对嘛？宪哥，你也会跟女生吃凉面吧？一个女生，但是为什么要半夜吃？对啊，为什么？而且她一个女生，很热啊，所以要吃凉面啊。那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回家吃？什么烂理由？回家吃。应该更生气。买回买回家一份香话嘛？你没问我。重点是跟女生。重点是跟女生。而且单独的。对。柔柔是跟单独。怪怪的。不重要的人，有女朋友，然后跟别的女生去吃凉面都会生气吧？就女生单独是真的会。那为什么那次会大吵呢？刘妈妈凉面，多少人的回忆，他从此不准我再吃刘妈妈凉面。那三合一共碗汤，你活该啦！哇，那你可以去吃别家的啊，对不对？外太就是比之乡还好吃，那我再也不能吃那家。哎，我没有说福德，福德很好吃。我福德是这么，福德很好吃。我下次吃看看。你们就是没有交代这个女生到底是谁？对啊，哎，啊就是。刚好在聊工作，哦，所以就干嘛预设？干嘛预设？你这个态度有点不是，可疑，传说中的抓猴。很突然聊一个商业上合作，我说哎，那就赶快越快越好，赶快吃个凉面，随便吃一吃就好，吃完就赶快散会，我要回家了。不是，我有偷，没有，我有偷看他们对话记录，好看，就是。我不喜欢，就是那种你看了觉得会生气的暧昧暧昧的，对，比如说怎么现在在什么在干嘛，接近抓到，接近抓到，啊，你自己要提这一题的，你自己要写的，写的，我太气啦，而且我没有不准他再去吃那一间，我还跟他在一起去吃，我是可以他让他去吃的，他只是一直觉得那间店就是有疙瘩，我过去就他就会就我就会生气啊，怕被老板娘认出来，没有，不要这样。他去到那边会变成新仇旧恨呐，怕他又想起来，太多回忆了。